好，晚上好。步步生莲可以。哦，忘了，我一直在拒绝。步步生莲，我找找啊。笑死我了。梦里可以呀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晚上好，男生。咱们把灯牌送一送，灯牌点亮一下，谢谢新朋友的关注。谢谢，感谢军哥，谢谢。谢谢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再来一首《一生何求》。
好漂亮啊。朋友们的小礼物，晚上好，你好，今天你的推车没有推吧？啊，太晚了，我昨天都看到你了，好有特色，这是我们这边的达人朋友们。朋友们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十二时辰，花魁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一起拍过视频，似曾相识，有一个月的时间了，估计记不清楚，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一起从台上走下来的那个很漂亮，我的花魁小姐姐，谢谢军哥，感谢军哥，十面可以吗？是可以的。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十二时辰。我是来自抖音的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。谢谢我们抖音朋友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的灯牌呀、星星，还有关注，还有加团，谢谢大家。感谢跳跳，谢谢跳跳。神迹第三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
十二时辰的演职人员都不需要戴面纱。感谢林海，谢谢林海。觉得好听的朋友们，我们留一颗小心心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聚焦了，又好了。现场朋友们的掌声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欢迎来到十二时辰，再给大家弹一首《听闻远方有你》送给你们。感谢我们抖音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烤串儿。
舌尖。他说我不要。今天在十二时辰，家人们，在十二时辰，谢谢大家的捧场还有支持。有喜欢听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面，玩得开心，欢迎来到十二时辰。我要Hello， 宝剑归零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有看到一首点歌，那个《女儿情》。刚好看到太阳伞了。晚上好，三三。哎呀，看到天涯哥了，晚上好。来，咱俩过手指。欢迎小马哥。都会有期一直在这边。好的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来首太阳伞，好想你吗？今天上学开心吗？你好命运之轮，晚上好。你好，重心弹错弦了啊，看不清。哦，好。等一下哈，还要重新再。重新再来一遍。等我一哈哈，马上就好了。耶耶，去哪里了？是认真的夏晚晴，有没有很酷？心有所属，今天上课很乖，没走神，棒棒的。是的，这个场地可以互动。大家晚上好，好来首《女儿情》送给你们。
个角度是不是很好看？我就想挪到这，这样可以挪吗？我就坐到这儿，比那个好看啊。哦，一首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。你好，演出在哪里？北侧厅在哪里？您问一下他们，那边是吧？欢迎来到十二时辰。对，这里的演出人员，谢谢阿姨，您玩得开心。谢谢。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十二时辰。我是来自抖音的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。手下这个乐器是我们的国乐古筝，谢谢大家的捧场还有支持。给大家弹首《片片相思赋予谁》送给你们。
谢大家，新朋友点点左上角的关注，感谢。谢谢朋友们，十面埋伏。那么想听十面埋伏的扣扣一，想听秦霄合奏的扣扣二。这会儿有两首点歌，我们选一首。谢谢大家的小初级。
上好，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十二时辰，你们好。谢谢 CN， 感谢 HKB， 感谢大朋友。刚刚你们有看到勾起了一个轿子吗？很好看。你好，桂林，不要给我送礼物，小朋友。欢迎朋友们，新朋友点点左上角的关注。然后我们小朋友们一起点点赞就好了，千万不要送礼物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还有刚刚看到那个，哎呀，谢谢我们归零，不听话了是不是？是不是不听话了？再送我要生气了。乖，要乖，要乖。那个，我看看，清新釜山做的，来个琴弦合奏。是哪一个？他刚上初二，我是我们现场的一个朋友，小孩子。我想知道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们那个清新釜山钟在哪里找的？我看是不是这个？哎，这个是的。好，好，也就你们说的琴箫合奏送给大家。
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十二时辰。晚上好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抖音的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。我们现在位于长安十二时辰，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前来游玩。大家有喜欢听的歌曲，可以打在公屏上面。什么？你好，好看，谢谢。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十二时辰，我是来自抖音的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。回归你，
首《似是故人来》送给大家，欢迎朋友们。你好，我们可以勾勾小手吗？握握小手。他不敢。敦煌的大家闺秀，对对对，你好，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十二时辰抖音，我是来自抖音的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十二时辰，再给朋友们弹一首《笑看风云》。变黑了吗？不黑啊，我这边怎么这么黑？哦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十二时辰。你好，我抖音名字叫夏晚晴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还有捧场。一首《笑看风云》送给朋友们，感谢我们抖音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小礼物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。
用连剑，不然他不想。妈，没事，我让你弹。你这样，你看。哎呦呦，压手吧。哟，拿一个手指头，拿一个手指头，多了他不想，多了不想一个。哎呦哎呦，来，再给大家弹一首《清平调》送给你们。谢谢朋友们，感谢一二，谢谢小青。新朋友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欢迎新家人来到青江，你们好。再给大家带来一首古风歌曲《风势》送给你们。
风絮送给朋友们。欢迎大家来到十二时辰，玩得开心。我们把镜头帮忙推进一点，太远了，有点。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哦，然后你，那你再调近一点。沧海一声笑，可以啊。好的，闺女，你要记得哦。咱们新朋友点点左上角的关注。我想起了唐僧每次被抓走的时候都是这么一团烟，然后看不见人了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来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送给大家。不过人间，不过人间在这儿不能谈啊，播了2个小时40分钟。行，好，来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送给你。还没闪掉，重来。新朋友们点点左上角的关注，
欢迎大家，我们现在在十二时辰，在十二时辰，在长安十二时辰。在，你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是不是？哦。电脑里看着远，手机里不远哈。把它放下，可以呀、啊。看我这个小朋友就不怕。哦，可以。你怎么这么漂亮呀？化妆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漂亮，他说我化妆了。你不化妆也很漂亮。欢迎新朋友们来，给大家弹首菊花台送给你们，谢谢率性 AV， 感谢大家的星星还有灯牌，谢谢你们的小礼物。我说你你好闺蜜，等你放假了过来玩。
晚上好。我们这位小朋友向我飞奔而来，然后飞奔而去了哟。又来了，跑很快，走路还在踉踉跄跄的阶段，还走不很稳。今天在长安十二时辰。